万事互相效力，爱神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，神子爱子耶稣为众人死，岂不把万物白白给我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现今替我们祈求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，都不能使我与主隔绝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身有余，感谢我的救赎主，这爱是在基督里。